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经哦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各位兄弟们，看到我身后这个奇怪的东西了吧？啊，没有错，这就是普罗米修斯新增的东西哦。个人实在觉得实在是有点太酷了吧？他这个普罗米修斯更新的多了这个东西呢，叫做普罗米英雄会所啊，反正就是一个类似普罗米英雄集中营。然后这个 logo 其实还蛮眼熟的哈，我忘记它是哪里来的。总而言之呢，这算是一个很有点是算是一个集中营的那种感觉啊，里面会有各个英雄。那但是呢，只能看啊，摸不到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就算我这样子，他也无动于衷。果然是一个敬业的军人，是吧？全部都在敬礼啊。然后就觉得很酷的是，你还可以走进去。啊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作者要做这个啦。作者做这个用意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想要展现他的模组建造的实力吧。啊，然后这边有很多一些我看不懂的，不过这个看起来蛮帅就是了。啊，里面或许会有一些你认识的英雄啦。不过这个到底是谁啊？哎，真的超酷的、欸。为什么我不能装备这些东西啊？啊，然后这个是谁？这个感觉好像是哪里来的游戏角色这样子。哦、啊，你看这全部都是英雄。有点像复仇者联盟，有没有？里面各种英雄都在里头，哦，然后之后感觉好像可以在这里盖房子的样子，可以盖吗？随便拿一个像是地基的东西好了，传送门不行嘞、欸，它是直接插在地上的、啊，好吧？然后这是谁？而且他们身体体型都比我们大将近一倍五左右，你看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谁，魔物猎人吗？啊、哦，然后这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是很像在打高尔夫球，有没有？然后旁边对了 ，Good job， 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是谁？也不知道是谁，反正都很帅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帅。你看这个又长得像钢弹的，太酷了。然后都完全不理我这样子。好，看这边，这应该是魔兽世界里面的那个什么黑暗妖精的样子吧，黑暗精灵的样子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看这个地方。啊，全部都那么敬礼，敬礼非常好啊，然后都不理我，然后这个应该是还没有做出来啊，你看它漏点了、欸，这样可以吗，大大，这样子漏点了可以吗？啊，应该是不会被编吧？啊，都长这个样子，啊，应该是还没有完成啊，就是大家可能差不多完成了一点点这样子，啊，你看那个按的还可以捡起来，有没有？我要捡起来，这整个会所都不见，那我就掉下去了，所以还是比较好的。啊，那用意这是干嘛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做爽的吧。啊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你在这个阶梯呢，按下你的 F 键，你会发现很多旗子，是不是很酷？是不是很酷？但是呢，你知道这旗子是干嘛的吗？看外表就是一个旗子，其实呢，啊，我随便做一个好了。看外表是一个棋子啊，其实并不然。如果告诉你真相，绝对会吓死你。你以为它是棋子吗？来，我来告诉你，它是不是棋子？它事实上呢，它还是一个棋子，有没有？而且是一个高清画质的棋子，还蛮屌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做成棋子啊？想说它里面会做一些 skin 之类的。有没有？你看两张旗子，啊，这个看起来蛮酷的，啊，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游戏啦。反正这个好像是某一种游戏的画风的人物之类的吧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是犀牛啊？等一下再来抓你，普罗米犀牛，欸，好笑啊！哈哈哈哈，怎么会是普罗米犀牛？哎、欸，普罗米月月，哇，也太多了吧！大，你是我的了。哇，看你这么 happy， 来，哎呀，这不是要安吗？这样我没有安吗？哎、欸，我忘记关那个靠北啊。好的，不是这个啦，现在改成100个优质生肉了。这个现在改成100个优质生肉了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前的工作台啦，普罗米工作台。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东西，这个是那个。工作台啊、哦，没事，就是工作台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做这个普罗米的饲料需要100个生肉才可以
才可以制作啊。以前是用能量元素嘛，现在是100个生肉，有没有？我看我们抓到了，还蛮屌的啊。那皮毛蜥本来前面就一只脚，现在后面脚越来越多了，现在是皮牛蜥了吧？这根本是皮牛蜥来着的吧？大家再说，我们再去抓那只月月，拜。我们去找月月。喂、欸，怎么跑到下面来了？呼，蚂蚁来喽！呼，没中。哇、哦，好强哦！呼，哦呼！哎呦，我要杀我！呼，我跑超快的、欸！啊！不要！谁啦？为什么我射不到啦？干！干，难射死了！你现在才来啊？啊，你现在才来啊？莫名其妙！来，赶快让你起来，成为我的战力来源！呀，要死他！啊呜！啊呜啊呜！哎、啊，你到底在咬谁啦？哇，13000，伤害蛮 OK 的啊！你会不会咬啦，笨狗？有了，这个也是一样要安呢、欸。我好像没有他的那个 DIRE 卧斧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只好把他们带回去了，通通都带回去，一个一个做实验。没有安啊，这都是新的恐龙，怎么可能会有安啊？哎，靠背啊，再一次，来，拜，好了，我们两只新的普罗米入手了，我们要回家好好的把玩一下，让我们把玩一下，好好的把玩。先回去把两个鞍做出来，自己做都不知道哪一个鞍在哪里了，找到在这里。好了，先把它带过来，走开，这个坏东西。来，我的皮毛蜥它不能飞，它只有雷霆跟力量还有火焰。然后呢，现在真的都是改成100个肉了。还有什么能力啊？越跑越快的能力吧，我靠，他的撞击力真的好夸张哦！左键普通攻击，他没有任何特殊能力哎，他只有越跑越快的撞击力而已。他目前没有什么特殊能力，哇，尴尬了，他只有这种撞击。哎，用这种撞击打 BOSS 不知道会怎样哦。因为他右边一样有那个怒气值啊。怒气值填满的时候，就大力给他撞下去，不知道打多少滴。哦，大力，大力，哎、欸，居然没中。我想要找一只啊，那只乌龟，找那只乌龟看看好了。耶、yeah, ，就是你啦！哇，25万！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干，这次25万，打下去25万。那、啊、如果我把攻击力弄高去撞 BOSS， 哎、欸，会不会直接就秒杀、啊？会不会直接秒杀？我说，也太好笑了吧！等一下、哦，我先把我们的月月跟我们这只带到沙漠去哈、哦，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，做一个测试。好，我们先去把月月带过来。既然攻击力这么的低，用撞的可以撞25万。啊，那个 boss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火凤凰没办法吃到伤害，还是怎样？可是上一集明明是可以吃到物理，而且我们试试看。来来来，我们把月月的鞍丢给他，月月的鞍是这个，然后点一下负重。哎、欸，他可以飞耶、欸！原来他是可以飞的、啊。可是我据说他可以飞的话，改成可以飞的月月的话，伤害好像都会下降哎、欸，就是这有待再考虑一下啊。到时候再考量。哎、欸，不过这样子好快哦，
到时候可以让它变成飞行工具，其实也是不错哎、欸。哇，小月月 ，Oh my god， 实在是太酷了！你看 ，Oh my god， 我全身都着火了，太杀了，好杀，好杀，好杀啊！怎么可以这么的杀？我要回去沙漠了。哎、欸，月月去哪里？啊，他跑去找我们的伙伴了，是吧？来，我们稍微试一下水温。摇，哇，撞一下是500。摇，不让我咬，都是用撞的。那我不跑，我不跑，用普通的咬击。摇9000多，召唤小同伴。哇，招不出来了。那些小同伴，我们把它留在村庄里面。这只会飞的话，攻击力会大幅下降啊。它那个模组的设定就是这样啊，你获得一样能力，你其他能力都会下降啊。这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。阿奇高手，你不回血了，是因为没有饲料的关系吗？哎，果然是没饲料，肚子饿了。而且现在打不到大腿肉，所以他更没有办法，更没有办法产肉出来啊！有没有？他正在回血，撞看看，这几等啊？300等，不要碰300等，太恐怖了！哎、欸，我在拉屎哎、欸，不要在拉屎啊！他现在在回血，是狂拉屎，我没办法动。我炸！呀，我家，不要一直拉屎，你一直拉屎，我没办法做攻击，让他跑掉了啦！你这，啊，烦死人了！好吧，就让他一直克吧，到时候再杀他也不迟。我来了，没办法冲刺，没办法冲刺啦，走开哦！我现在在拉屎哦，你不要来乱哦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受不了哎、欸！我们这边看到一只那个 boss 哦，那个叫什么阿修罗 boss 在这边哦，300等的。我们来撞看看好了。哦、我们刚刚那只300等那只，我会反伤，我还是觉得不要好了。我们来试试看撞这一只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他就在那里屹立不摇。来，我们现在展开复仇。想到之前一直一生监督我一人，这次换我一生督你一人了。别跑！呀！哇！哇！13万！哇！打不赢！啊！哇！打不赢！救命！先跑了！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哎，我真的会死！我真的会死！没人可以开玩笑的。补血的在哪里？完了，我没有带补血出门。No！ 救命！我的犀牛死了。哦，还好他把他打死不理我了。我的犀牛！哎、欸，我的犀牛哥活不到一集哎。我悄悄的来，我悄悄的去。哦，逃跑时间，太扯了啦！算了，我们下一次再把我们犀牛练强一点好了，居然撞不死。哦，不过我们还有月月哦，哥们还有月月，可以的。我要报仇，感觉还是报不了仇哎、欸，打不赢再跑就好了。呀、yeah! ，等一下，先招小月月出来。不行，我的小月月出不来。我的小月月呢？算了，没有小月月。我也是可以赢的呀！好，被推飞了。Oh my god！ 先跑再说。欸、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太强了啦！哇！快跑啊！快死了，快死了 ！No！ 敲个2拳我就快不行了，大大。哎、欸，我要被火焰烧死了吗？太夸张了吧！哇！那我血剩多少？5000多。
聊一下二十几万。我想要点一下攻击力了，我怕怕。呀！再对准一次。乌脚，乌鸡脚，乌脚脚脚脚，二脚脚脚，二脚脚脚，二脚八脚脚脚，二八脚脚脚，二八脚脚，二八脚脚，不准回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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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要死，能不能死？能不能死 ？Oh my god！ 能不能死？我输了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方舟生存进化再见了，拜拜。